It's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Come on, here it's a man. Under the gaga. 感谢芬兰用一个非常恶劣的天气迎接我们。这个是北欧风帆。你来几次了？真正玩的好像只有一次，这是第二次。其他都是转机。我们这次是住 Airbnb， 然后要先去他的办公室拿钥匙，才能再去住宿的地方。所以想说搭地铁，搭配这个天气实在是太不好了，我们就上计程车。啊，终于到 Airbnb 的门口了。然后我好喜欢，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社区大楼里面的梯厅长这样耶。很特别，感觉可以在那边拍一些照。如果明天有阳光的话，哎，也是哎。我们这次住这个贵吗？哇哇哇哇，还不错的感觉哦。哇，好大！一进来这边是厨房，哇，厨房这边还有一些窗哎，美外美外，但味道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洗碗机？果然有洗碗机，但我们应该是不会下厨吧？客厅，客厅也蛮大的，我们不是只有两个人吗？怎么租了一个这么大的？这间是不能进去的意思吗？哎，可以耶。哦，这边有一间房间。然后这边是不是洗手间呢？但是你有闻到一个怪味道吗？就是家里的味道。哦，还不错哎。这是重点，重点就是这个。三温暖桑拿，这次是为了这个才找这一间的。哦，里面已经很热吗？真的假的？哦，还要开。你等一下要立刻是吗？没有，就先让它石头烧热，然后再把那水烧热。还不错耶。好，再去看另外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是书房哦。诶，不是嘞。嗯，正常的。然后它有带一个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好大的阳台！好大的社区哦。阳台在这儿。好的。今天来到马黑家居，这里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商品，轻松打造家中美好风景，为平凡日子献上最棒的礼物。一转眼2023就要来到尾声了，年末总是有很多的什么聚会或者是送礼。那我这个人呢，送礼有三大要素，第一就是一定要实用，第二就是一定要很漂亮，最后一定要送得有面子。今天准备了三样商品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是来自韩国 Memoryland 的暖烛灯，是不是非常的实用简约，然后又漂亮？它可是100%在韩国制造的哦。我相信大家想要点蜡烛的时候，都一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有可能因为烛芯没有置中啊，或者是燃烧不完全，每次都有那个洞穴现象，非常的讨厌。不用担心，它有几个很赞的地方哦。它是透过灯罩均匀融蜡，自然的飘香，也不用再担心熄灭蜡烛的时候那个很讨厌的黑烟。也是因为透过灯罩的缘故，所以蜡烛消耗的比较慢，延长蜡烛的使用寿命。我觉得很适合送给最近要搬新家的朋友，让他的新家安心的飘香又漂亮。第二个是来自丹麦 Firm Living 的 Ripple 波纹水杯套组。那 Firm Living 一直是我很喜欢的家饰品牌。这个波纹系列啊，如果仔细看它上面的立体直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的细腻，然后又有百褶的感觉。透过不同的光线可以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像很多品味很好的咖啡厅或者是选物店都一定会有这个杯子。今天不管是倒果汁或者是调酒，甚至是最一般的清水，
倒进去之后质感都 up up， 不管是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都非常的时髦又很有品味。今天如果生日我能收到这个，我真的是会兴奋到不行。最后是瑞典 Steamery Series 三手持蒸汽挂烫机，它可是马黑家居常年的热卖商品。有看过外形这么时髦，重量又很轻巧，方便携带的挂烫机吗？我很喜欢它的几个特点是它的预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就算要赶着出门也可以很快速的打理好我的衣服，再来我回家之后还可以透过它的蒸汽消毒我的衣物。另外它的直立式设计我非常喜欢，有时候要烫不止一件衣服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手忙脚乱。另外它还有一个安全的设计，就是在闲置状况之下30分钟不使用它就会自动断电，非常的安心。这么时髦又好用的手持挂烫机，每个注重穿搭的人都应该要有，赶快送给你身边的漂亮宝贝们吧。今天介绍的赞货除了可以在马黑家居的门市找到之外，非常推荐大家去他们的官网逛一逛，商品非常多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现在还可以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SEB 满千再折100元，来门市出示现在的画面也可以使用哦。感谢本集财神马黑家居赞助播出，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到下方资讯栏参考马黑官网还有相关活动。怎么刚来又在吃粉啊？因为这个天气不吃粉太对不起自己。好啦，算是蛮合理的一个回应。最近变好多小黑虫一直在飞，都在吃炒粉。哎呦，这叫什么春卷 ？Spring roll。Summer roll， 他们叫 Summer roll， 是小春卷。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本人牙龈有点肿，吃炸都会上火，我就吃点菜吧。但这里面有三只虾，你要怎么吃啊？我觉得应该沾那个酱可以把它压过去。它蛮特别，它有给花生胡麻酱，之前的没看。没错，好大。这边的分量都超大，超大。不愧是北欧人。哦，下面有这个蛋皮，加油啊！虾味可吗？所以你突破了，明天去鱼市场喝鱼汤。好怕问。那你把虾子挑出来。它的菜都直接放在上面了。它真的很大一碗耶，超大，比我的手掌还大。那你的菜怎么那么少啊？它可能就是比较随意风吧。你先喝一下那个汤啊。佛将军，我觉得它的汤目测起来看是一些过关，因为它很清爽，没有油脂的什么的。所以没有油脂是重点，是不是？刚刚那间可以说是不怎么样。我觉得最让我害怕就是那个虫太多了，这环境太差了。真的。所以呢，我们又来到超市，这个超市是 Lidl。全欧洲好像蛮多。我们上次是在西班牙吧？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你爱的乔奶。虽然没有乔奶，但居然有这个。这个在我们在瑞典有吃过，非常好吃。各位观众，我们今天在芬兰的第一天正式的，然后看看这个海边，他们这边是一个千湖之国，就是有很多的远远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岛，所以这边就有很多靠海的地方，超赞的吧。然后呢，我们
们今天主要要来是这个建筑物里面，芬兰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桑温。桑拿，他们叫做 Luoy。就是那个蒸汽的东西，就是他们很传统的文化。然后这一个馆呢是要预约的，里面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在里面体验传统的，就是用木头烤的桑拿，或者是一般加热的也有。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些区域，这边也太爽了吧！哦，好爽哦！真的可以在这睡觉哎、欸，很舒服哎、欸，太夸张了。好多人有小游艇，好赞呐、啊！这里面，我的凸出来的小，超赞的，大家都在这边很惬意，而且没什么海味，真的哎、欸。今天是我们这一趟应该唯一一天出这个大太阳的，今天大概是15-19度，营业时间在这边，餐厅好像也是要先预约的。嗯，好像你到里面桑拿就可以在那边。哦。验完芬兰浴了、哦、我前所未有，我在欧洲最大的冲击就在这里，真的太特别，而且它这个空间跟整个环境还有它的 view， 它里面呢总共有两个烤箱，一个是黑暗的传统烤箱，一个是就是可以看到海的玻璃烤箱。看到海那个真的是我要疯掉了，其实蛮多当地人来的，然后人都很友善，友善就会跟我们聊天啊，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啊。这好像就是那个三温暖的真谛，嗯，就是他们的社交方式这样。哦，提早预约要来这个，哦，对，一定要预约。甚至我觉得可以为了这个来芬兰，真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体验，就是你有感受过你全身上下的毛细孔这样子炸开吗？全部都这样滴水。真不敢相信你也有今天。反正刚刚呢，后面有这个招牌，然后我就说 Boys Laundry， Boys Laundry， 什么是 Boys Laundry 啊？感觉是个 gay bar。哦，这是 Bob Laundry。好的，我在网络上找了一家叫做 Hesburger， 据说是这里的麦当劳。身为麦当劳爱好者，有什么期待？它外观看起来有点黑暗，有点像那个吧，玩具反斗城。对啊，看起来不像是食品店。没关系，我们就进去闯闯看。嗯，看不太懂，但是就按图片点吧。对啊，我们点了两个汉堡，然后一个是培根的，一个是应该是牛肉。它薯条是金黄色，然后看起来是比较粗一点，外面还包一层餐巾纸，但是它是有原本的包装的啦。哦，你还知道这个餐巾纸是要给我们的、啊？没有啊，这边可以拿。哦，旁边都可以拿。然后另外有点这个吃鸡块，鸡块，吃吃看它的薯条，好真实哦。对，它生意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刚来之前。他在那个 Google 评论上面分数没有很高，就有点紧张。培根的里面是长这样子，我没有想到我此生会用清爽这两个字来形容汉堡。嗯，我的好清爽哦。那我觉得其实它的牛肉没有很 juicy 哎，平凡哦。嗯。Oh,
商会里面会穿的。风不是往你的奶灌的？哦，有这个洞，它里面有很多洞，然后里面那个风就这样子，就是有种 又保暖又透心凉的感觉，是不是很开心？非常赞。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它是一个鱼市场。你会不会崩溃啊？里面的味道，我觉得不要吃到嘴巴都好。可是味道可能会蛮重的，因为这边很多海鲜。对啊，而且很多鲑鱼。啊，好啦，我会加油。里面好美哦。嗯，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鱼市场。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吧？它还有咖啡厅。对啊，然后每一个它都有自己一个这个木做的摊贩的样子，哎、okay. ，好赞哦！喜欢。对啊，这边好舒服、哦、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店没有营业。嗯，今天好多店都没开，礼拜一吧。今天的午餐是这家 Soup More， 选择就是有三种，一个是蔬食的，然后鸡肉跟鲑鱼。整家店的风格超可爱的、哦，都这样绿绿的，然后搭配这种木色系的配色。很舒服，这边可以自己自助夹面包，就是你跟沈最爱做的事情。我点的呢，就是他最经典的鲑鱼，然后比较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它里面好多的马铃薯，虽然是奶油色的汤，但是质地不是浓稠的，是清清淡淡的样子。嗯，有鱼味吗？嗯，好吧，因为想说喝看汤，超浓，超好吃的。我多久没吃鲑鱼了、啊？拜托，你先闻闻看，你先闻闻看。哦，不行，鱼肉比我想象中好吃好多、哦。你的那个上面好像也是有一块奶油，我干嘛搅开了？嗯，然后那你那个 base 是什么？番茄 base。哦，那感觉也很赞、嗯。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番茄罗宋，但是那个奶油一化开之后。你的鸡肉也是走大块路线，而且很嫩哦。嗯，这酥哦，它明明是鸡胸不是吗？对啊，然后完全不干，完全不干呢、欸，咬还是化的。哦哦，它的马铃薯已经很透了，但是不会烂，不会糊糊、嗯，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料。你看这块鲑鱼。这么的大，这么的新鲜，要在欧洲喝一碗这个汤是 多困难、多不容易的事情。下一个景点，这个是芬兰非常有名的 Rockstone Church 石头教堂，入口也很漂亮哎、欸，好像要买票对吧 ？Yes，Let's go。里面非常的安静。真的是石头教堂哎，整个都是石头打造的。里面呢，其实空间不大，但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它还有管风琴，还有二楼的座位区，这个屋顶非常的厉害，可以有透光，但是又结合着岩石。教堂里面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可以坐在里面很安静的感受整个氛围，然后伴随着音乐，非常的 peaceful。这里面很净化身心的。对啊，不过我们要去找看看有没有地方，因为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对，我之前来过，它可以爬到上面去。但不是直接从前面爬，然后后面有个楼梯可以这样子。嗯，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地方还存不存在。对啊。哦，可以这样爬上去，您真棒。都没有人。同学，同学，你是北一女的吗？看一下你全身，你像北一女的，发夹是因为风太大了，因为这边，你确定这一段可以露出吗？会不会有人说我在欺负你？
还好是我自己要讲的。你不觉得这样子，反正人那么稀少，有人的时候再拔掉就好，因为我不想要这样看头看名头发配来配去。怪吗？한걸음씩가까이더기다리다보면알겠지너따라가다보면나는네자취를남겨줘내상에는아마도要离开了，走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好多人在搬行李。我们的飞机是晚上6点钟，然后 Airbnb 说他没有办法让我们接放行李，所以我们必须来车站，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走路12分钟。给大家看一下，有多狼狈。来到车站之后，其实蛮简单的，就一直 follow 这个有 locker 的这个 sign。但是要介绍一下这里，因为我觉得他们这边弄得超棒的，就是有一个很干净，然后看起来很安全的寄放行李的地方。选择，他会问你说需要多久的时间，我们应该3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就直接付钱。这个 XL 真的比想象中大很多哎，我们总共放了3个行李箱，然后完全都可以塞进去。这趟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呢，就是我们原本要来这个 Amos Rex 看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博物馆，可惜它休馆。但是我们昨天发现，还是可以去它的屋顶上面拍拍看一下。因为屋顶很特别，是一些凸出来的，像一些那种天线宝宝的家的那种。就是这个屋顶，长得超级特别的，好可爱啊！超可爱。昨天看到有些人还在那个平地上面那边看书啊，很危险。你现在走好像有一种走在月球上的感觉。蛮赞的，水罩示范，好水，好水。